好，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呢要教大家呢来临摹清代一些名家作品的花鸟作品啊。那么我们在这个画布上呢，你们看这一幅啊，是08年的那个洋楼跟那个院子啊，柳叶图啊。那么他呢，你看好了，先把洋楼画好，画好以后呢，那么院子呢在洋楼的壁后啊，那你看把柳叶呢，它是。让开啊，那么用那个胶墨的来画成那个院子的风姿来啊，你看啊，那么我们先照它一样啊，先画那个楼杆啊、枝干、楼条啊，那么再画叶，叶画好，我们再画院子啊，我们来开始画啊，这个壁呢用这个墨啊，再放一点的蚱石啊，蚱墨的。蚱墨的颜色啊，我们从上面画下来。那么它这里呢，有个上面挑起来一只这里再补上一遍，好，篓子画好以后呢，我们再补上那个柳叶啊，柳叶呢也是这只长风的狼毫啊，在那个花青里面拼一点藤黄啊，那么我们再调一下黄的颜色多一点，这样呢。我们，从上面画下来要用近的它是用偏锋但是时刻那么再放点水放点水。中间下面08年呢，它都是用偏锋，但是杆子呢还是竖起来，所以看起来很。神，很赏，很贱，好，我们再添上一个柳枝接下来呢，我们画燕子了在这里补一张也是拿这支笔，用浓的，你看我们呢。现在这里点上它的头部，浓一点。它的臂部一笔，那么再用浓的，那么这里这张翅膀好，那么它的嘴巴呢，在这里呢。那么这里呢，应该用黛墨了这里呢，也用黛墨。它很奇怪它这个尾巴呢，用。不浓的颜色来一笔，在这里呢，再安排一个新印子新花头。
升华来，眼睛嘴巴啊，浓墨，燕子，用淡墨，在肚皮上画出来，它的脚啊，我们先把它画出来。这个脚在这里，好，也可以用这支笔，用那个胭脂加点朱标，再加一点黄的，灯黄的啊，也加点扎实。用在他的下巴上面，好，我们整体看一下啊，那他题词呢在题在这两条上面啊，我们等一下提下来啊，好，我们再来换一幅。同学们看，这也是壬八年的一幅画啊。他的画法呢，也是先画好枝啊叶以后，最后加那个鸟的。这是一个白头红啊，那么这个是枫叶啊。那么我们先把这个枝啊叶画好以后，最后再加那个鸟啊。我们来啊。他呢也是用这支瘦长的狼毫笔啊，我们也是模仿他啊，我们先用墨啊，墨呢，我们先是下面这一笔啊，你看他也是侧锋，这样侧锋上去，那水少了，那么慢很慢的，很慢很慢，好，这样一笔啊，那么这里这一笔啊。一边呢，开始的时候呢，它用水多了，你看啊，它很快的啊，到这里呢水少了，慢了，那么我们再蘸一下啊，这里再加一支，浓一点的笔。好，我们补上叶。补上一下啊，我们要在这里，安排一只鸟儿啊，好，我们就开始画鸟了。也是这只受封的狼毫笔啊，起笔呢是画那个嘴巴，他这个只看到他的头部，眼睛在边上，这一点点这个眼睛，那么是一个白头翁，白头翁呢，我们在这里画出白头翁啊。
他的锦毛呢也摆的，枯瘪了，花了，哎，那么接下去呢，它的背部呢也有几个毛啊。它的翅膀啊，在这里。它的胸部呢，在这里。尾巴，因为这个树干呢有点湿病，那么我们这个毛呢要枯病，从这里下来。用 dam 把它融化一下。用点 dam 融化一下。好，我们先把两只脚画好啊，脚呢也是扎实，加一点点朱标。这个呢，它这个胶呢，它在头部呢招痒痒，你看挤得很高的，好，两只脚好了以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把它的胸部画出来，胸部呢，我们用色笔让开它的胶，眼睛呢，在这里，我们知道啊。好，我们呢，这颜色啊，这颜色呢是藤黄啊里面啊。藤黄里面，加一点做扎实，我们从这里扎，清水多一点，把这个。白的毛，要明显的衬托出来。好，它的嘴巴呢，有点发青。这一边呢，觉得还不够来劲，再补上一遍。好，这样呢，比较下调了，淡的跟枯的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枫叶呢，我们加上，
这个枫叶呢，要慢慢的生花开来，哎，很肥，很湿润，哎。我们在这个鸟儿的头部呢，我们再补上一遍，让它纹化开来，哎。好了，我们再整体看一下啊。好，这一幅就结束了啊，我们再换一幅啊。好，同学们，你们看这幅画也是2008年的，它是芦苇跟那个水鸟。那么芦苇呢，我们是用白描啊来处理一下。那么把那个水鸟呢点多放呢分开来，很有神气啊。那么水呢也是淡淡的远上几片啊。那么我们看这幅画呢，好像挺复杂的，其实呢并不复杂。你看这样呢，前面的几条画好了呢，那么后面一条一条的加上去，加上去呢就是依次呢把它让开，这样呢一层一层的，不复杂的啊。我们来示范一下啊，也是这只伤风的兽皮啊，我们先勾啊。边上的一条先勾出来，把它的这个叶子的有一种这带的一种样子啊，要把它画出来。第二张画好啊，那么呢，后面这里画一张上去。这样画过去，画到这里为止啊。那么后面一张，你注意它的折带样子啊，折过来，这里有一点啊，那么这里呢，折下来，那么这里再画一张叶子。后面还有一张，一层一层的，好，这里画好了吗？这里还有一张很主要的一只，要画出来。这样好，你看这样呢，有条不紊，一张一张的搭交起来，很是方便，你画好了，一画，你画过去，注意不要搭住在那边，让开下来，一张一张让开下来，这样来，这里可以再补上一张。好，马上好了。那么，接下来就是画那个水鸟。水鸟呢，我们从它的眼睛画起啊，在这里画一张。好，我们马上画嘴巴，向上的。嘴巴画好以后，画眼睛最后的，那么。一层一层的，它是用干笔，干笔来擦啊。我们呢可以用大一点的笔了啊，可以从下面画啊，下面呢，
这尾巴比较浓一点的，因为这只臂上呢，拽了一下浓嘛，有点浓，那么从下面浓的开始，你一边边让开，要鉴别，这个线子上的水印要看得出来。慢慢的到上面，这里也把它补上，补上等一会呢，我们加颜色啊，胶在这里，等一会加好了。那么这里还有一只鸟啊，我们先把它的眼睛画起啊，安排在这个地方。嘴巴，好，我们再画一只大的鼻啊，画它的头部，好，我们呢，炸颜色好了啊，先用那个炸黄炸色，跟那个藤黄，这两种颜色呢，在它的头上啊开始画。这样下来，这里也涂上好了，这里也，垫上，让它颜色跟水墨呢混在一起，好，那么它的嘴巴呢，扎实，跟那个朱标。嘴红一点的，那么它的脚呢也是这样，也是扎实，就那个坐标，这里一扎，这里一扎，在下面，这里也一扎，这里。好，我们的这个水呢。用那个草绿色的跟那个花青，调在一起，那么我们要淡一点，放点水啊，怎样呢？红的不错，因为这个符合那个水的一种阴历水的阴历要画出来。那么把这个白色的芦苇呢衬托出来，这个水分呢一定要符合黄的笔触。慢慢的，上面的淡了，可以枯了淡，枯了淡，淡起来，淡起来，枯起来，慢慢的上去，用点清水好了，这样呢。芦苇呢，不要这颜色，这样呢很有韵味的。中国画呢，其实就是，既有一些韵味了，一种节奏。
不一定要写的像真实一样的，这样节奏感出来了。哎，我们整体该看一下啊，好，可以了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论半截的话呢，我们就临摹到这里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临摹那个朱朦胧的花鸟。好，再会。